要让师傅先进行复述了。好，OK，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就是白板的部分啊，就是你的荧幕的部分呢。好，同学看一下，我们呢主要分神变品和神通品。然后过后呢，在神变，我们现在目前是在神变论的部分。那么在神变论里边呢，有分十种神变呢。好，那么十种神变里面呢，有决一神变、变化神变、一所成神变、智遍满神变、定遍满神变、业报身神变、巨富神变。咒术所成神变啊，同学，我们都是就在这个范围里面已经完成这十种神变了啊。好，同学，我们大概就稍微看一看了，这里啊，我们会看得到，就是也有智遍满，有定遍满。这个同学啊，是跟禅定、跟智慧有关。那业报呢，就是呢我们果报来的。然后巨福呢，就是你的福报具足啊，原来也是可以具备神通的。然后呢，咒术呢，我们上堂课有提到大悲咒啊，好。真正的咒语本身也可以产生得到神通的，OK，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些规则出现，然后这边呢有决议啊、变化等等之类，是比较些独特一些的，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一看啊，好，来，同学，我们呢现在呢已经是进到了比比丘正加行圆成神变，那么这边呢他有讲到反而这一个神变呢是比较像啊，在修行上这些名目，我们看到说啊，由处理而成舍断爱欲，就成就了这个比比丘正加行圆成神变，阿罗汉舍断一切烦恼也是这个神变，OK，然后呢 commentary 有讲，他说啊。由于做诸车行证啊，像轮行证、莲花证的均证等等，任何的工巧业、任何的医药，学习三吠陀、学习三藏，乃至说耕耘播种等等种种业而生妙用啊，为比比丘正加行圆成神变啊，就是这些连种种的技巧啊，都是比比丘正加行神变呢啊，所以呢，这个神变呢，比较不会像之前的那种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在技巧上学习啊，断掉烦恼都等等之类也算是一种神变，就是那个业的成就好，来，接着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好，来，接着下来有请海玲读一读了海玲有请。决议神变，于神变，于各类神变或于各种神变，引导其心导倾向。即如前述，以十四种调心等的比丘，他的心已得神通的基础知识，为了证得神变，即引导此乘坐神变的准备的心离去偏变的所缘，而向于神变倾向，即。倾向于应得的神变，他即是这引导其心的比丘，种种为多种多类神变，为神变类证的是经验杰出作证完成之意。一生成多生神变，现在为是种种的变化，故世尊说成以一生等。始终以一生在现神变之前，原来是一生的为多生，即欲就近于许多人进行，或欲诵读，或欲请问而成百生千生。然而如何得此神变？即具足神变的四谛、四足、八俱、16根本，以自觉意而得神变。始终好，来，是。可以暂停好，来，我们先消化这一段哈。
好，来同学我们看一看啊，这边首先有提到他说啊，长部的沙门果经啊，长部啊，这个长部啊，请问一下，在与我们和我们的北传的那一部经相当啊，Mandy， 长部和我们北传的那一部相当啊？我不知道，不知道，玉华哈。师父现在头脑打结，停了两堂课。OK， 好的，好的。其实长部就是长阿含经，可以相对等的哈，是长阿含经啦，哈。长部哈，那么呢，他特别提到沙门果经啊，这个沙门果经啊，同学，为什么叫沙门果啊？哈，主要呢就是提到啊跟正果有关系，所以叫沙门果经哈。这一部经呢，师父的老师啊，曾经有一段期间特别去讲他，因为就是啊，这部经有它的重要性在里边的啊。同学看一下啊，沙门果经哈。好，同学看一下哈，萨曼那巴拉哈啊，巴拉就是果的意思，萨曼那就沙门哈。好，南传上座部佛教的长部第二部经来的，该经为文佛陀向阿世世王开示，看到吗？好，然后呢，他讲啊，该佛经在汉传佛教里面对应长阿含经、沙门果经、真义阿含经、机智经，看到没有？所以大体上是跟这些有关系。概述什么呢？同学看一下，他说沙门果经是长部第二部的，然后过呢，他讲可以说是梵网经自然的结序啊，看到吗？梵网经呢，主要是指邪见的危险跟无用，沙门果经是赞颂一正见修行的正果，看到没有？所以他是赞叹呢，修行的正果啊，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了，宣布出家中生活啊，在每个阶段啊，得到的利益是哪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沙门果经了。那么这一部经告诉我们了，通过修行啊，持戒，对不对？初善得到什么？心可以远离五盖啊，然后呢可以得到中善，然后过呢到最后后善呢，就是达到一切的解脱，有清晰的修行次第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沙门果经啊的一个特色哈。啊，同学就大家抄抄沙门果经，就是开显次第修行的第一部经了，就写开显次第修行，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沙门果经的特色来的，所以以后同学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这个沙门果经。好，同学，这个沙门果经哈，还可以再加多一个，那就是它的巴利文哈，萨曼那巴拉苏达哈，可以再加一加这个哈。So, 大概这样理解就行了的了，好 ，OK， 好。然后呢，就是刚刚有提到《长阿含经》啊，哈，这是相关的哈。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在这边呢，他有提到就是呢，他说啊，要开始做决意生变的时候，对不对？决意生变有很多类了哈，一生成变多生是其中一类。他说，首先引导其心倾向哈，十四种调心了。过后呢，准备心理去骗的所缘而向与神变哈。好，同学这边啊，你必须要有静坐入门的一些基础，不然的话你不明白讲什么。所以就这个缘故呢，我们这边呢有两个同学啊，
已经跑去静坐入门了、啊、他们留下来听录音。因为啊，同学接着下来的意思是讲，他说、啊、我们的心思如果是在修偏禅、啊、你也必须要离开这个偏、哦、你离开那个偏。因为啊，他是这样的，同学修行啊，我们的心专注在呼吸，它就是属于修定来的。或者是你把你的心安住在个偏，也是在修定。过你的心啊，离开了这个偏，你必须要离开，你才可以转去修观，或者转去开发神通、啊、所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上过静坐入门，你才明白得到、啊、明天静坐入门就开课了，所以同学啊，没有报名静坐入门的还来得及、啊、欢迎报名、啊、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同学啊，所有的神通、禅定和止观全部功德都离不开静坐啊！你没有静坐的话，同学，这些课啊比较多是变成是知识来的。因为你有真正学静坐是、最重要是你可以了解得到它意义在哪里、哦、那我们不会太、就说不鼓励你为了要开发神通而学了、哦、不完全，其实也要看你神通为了什么你要开发神通，这个更是更重要的、哦啊、所以呢，这边呢会鼓励同学是、就是我们其实也是用这个课、哦、来把你带进佛法的大海里面，看到更重要的内容，这样子、哦啊、所以同学呢就这个缘故、哦、你的心事过后、啊哦、比如说你安住在你的所缘那个片那边，你开始要离开于他。那么离开他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向于神变，要开始进行神变了的了、啊、所以他说你要开始如何变什么神变呢？一生变多生，一生就是你原来的身体变成很多个人在进行，或者是很多个人在读诵，或者是很多人在问东西，看到吗？哦，你可以把、哦、变到很多个人了、哦、在进行，变到很多个人、哦啊、在问东西，哇，这个东西精彩、啊、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已经超、怎么讲啊，它不用像 Facebook call 人来，而是自己马上就可以把它变出来了。好，我记得就是上次思琪有问题、哦、如果变一千个，那个才是真的人来的嘞，好去抓真实的嘛、哦啊、应该今天这堂课、哦、就会有答案给你，到底如果去抓那个真的、哦、其他全部999个是假的、哦、如果把它辨认出来、哦、好，来接着下来我们有下面这边，从四谛开始还有一些佛法需要懂的，来请富安读一读了。好，四谛，当知为师禅，譬如法相，舍利弗说，什么是神边的四谛？一出禅离生谛，二禅喜悦谛。啊 ，OK 啊，富安请暂停。富安，你的音响啊，非常的不理想啊，富安，好好啊，听不清楚，录也不清楚，富安，好，好来啊，请景如读一读了，景如有请啊。四谛，当知为四禅，即如法将舍利弗说，什么是神变的四谛？即诸出禅离生谛，二禅喜乐谛，三禅舍乐谛，四禅不苦不乐谛。因这神变的四谛，令得神变正神变，变作诸神变，生诸神变的功德，神变的自在及神变的无畏。这里的前三禅之人，由于偏满喜及偏满乐而入乐想及清想，成为清乐及适于工作的身而获得神变，所以因此前三禅而至于获得神变之故，为获得神变的致良地，但第四禅是获得神变的基本地。好，可以来，接下来请思琪读一读。四足即是神足，所谓什么是四神变的四足，自由比丘修习欲三摩地，情形具备神足。二，修习精进，三摩地情形具备神足。三，修习心，三摩地情形具备神足。四，修习观，三摩地情形具备神足。由于此等神变的四足，令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
在上面的引文中，欲三摩地是以欲为因或以欲为主的定，即以欲其作其所欲为主而得定，是一同意语。经情之行为情行，即成为四作用的正情精进，是同一意语。具备即具欲定与情行，神足是以另一门的成就之意，或因有情由此成功，繁荣而至上位之意。不得神变的名称，即于神通心相应的预定，情行之足的其余的心，心所法所具之意，即所谓神足，即如是的受运、想运、行运、事运，或以能行故为足，即到达神变之意。神变的足为神足，与欲等是同一语。所谓诸比丘，若有比丘以欲依止得三摩地，得心一净性，是名欲定。他情行于未生诸恶而令不生，是名情行。诸比丘，此欲、此欲三摩地及此情行，是名欲三摩地情行具备神足。如是其余的精进心观神足之意可知。好，感谢了，都是我们小外这一段了。
好，同学好了，请Zoom举手表态了。好，感谢同学。来，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好，这边开始解释四谛哈。首先，第一个呢，提到就是法将舍利弗哈。好，瑞海，谁是舍利弗啊？谁是舍利弗啊？不清楚嘞，师傅。OK， 不清楚。好，海灵啊，等下来，玉梅，谁是舍利弗啊？玉梅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中之一、啊、特色是什么呢？美玲，舍利弗的特色是什么啊？智慧第一。对了，来，我们掌声鼓励两位同学啊！舍利弗智慧第一，沙律不大好 ，OK 好。因为啊，同学，我们学佛啊，在南传他们比较重，比较会从啊十大弟子开始，所以他们都会懂了。那我们同学，因为我们北川、啊、不完全跟这一套，所以我们都不大晓得了、啊、所以星云大师是有写过十大弟子了哈。啊，瑞海，你要补充一下，哎，谁不知道舍利弗智慧第一的举手一下，谁不知道的舍利弗智慧第一？哇，好多人哦，哎，你们要去补充一下，这个你不会回答，有点像马来西亚几个州啊，你答不到这样啊。哦，他们不会原谅你的，跟你讲啊。OK 哦，至少十大弟子你要知道，十大弟子的课啊，以前我好像有大概开过哈、哦，就是因为十个人物有不同的特色啊，是我开的是十大高僧传哦，那可能以后有机会啊再开十大弟子了哦，因为原因是因为呢，他们的特色哈、啊。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啊，的得力助手，而且他们是历史人物，是真实存在的。舍利弗智慧第一，然后呢，神通第一的就叫目犍连呐、啊。啊，目犍连呢，除了神通第一以外啊，哈，还有就是他的故事提到他的母亲哈、啊，往生到二鬼道，结果他通过共生呢，哈，啊，让母亲超脱二鬼道啊。这个可能稍微你会有一点印象啊。除此之外哈、啊。还有就是啊，就是什么、啊、解空地啊，我们《金刚经》里面呢、啊，就是须菩提啊，解空地啊，他也在。然后《论义地迦旃言》啊，这个也在。然后过呢，还有就是《密行地》，就是罗侯罗释迦牟尼佛的孩子啊，《密行地》啊，啊，总共大概有十个那样的多了啊，所以呢，蛮多都是跟讲经说法有关的哈啊，就是这样哦。好，同学啊，这个舍利弗他就问起一点哈、啊，同学，这个是牵涉到一些基础佛学。他讲啊，什么是神变的四个谛哈、啊？你要修学神变呢，主要跟这四个谛有关，那就是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所以同学呢，你必须要有基础的佛学哈、啊，来理解这四禅。来，同学看一看、啊、先让同学知道一下哈、哦。那你们看一看这边哈、哦，我们看上面经教的哈、哦，这里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么初禅呢、啊，寻是喜乐一经心，然后呢，初禅呢、啊、就是五个都打勾，二禅呢就是两个没有，后面三个打勾，三禅呢就是有乐一经心，四禅呢就没。同学刚刚他有提到啊。他说啊，同学，如果你修学禅定啊，你是在初禅、二禅、三禅的话呢，你都有乐、喜跟乐。同学，按照他来讲，对不对？同学，你有喜跟乐的话，喜跟乐啊，令到你的身心啊，非常的舒适，你的神通的开发和这个有关。啊，他说，所以他说这个是资粮地来的。但是他说，真正基础的确是在第四禅啊，第四禅没有喜乐，但它是最殊胜的哈。因为啊，传说释迦牟尼佛、啊、在进入波涅盘的时候哈、啊，就是啊用到第四禅啊。这个呢，可能同学啊稍微就是如果有看了佛陀传那些哈 啊都会有听说过的哈、啊。现在我们看一下哈、啊，释迦牟尼佛呢，传说到当时啊，他波涅盘的时候，对不对哈、啊？啊，他就是从初禅开始上到去飞翔飞翔。飞翔飞翔再往下到就到第四禅的时候他就进入波涅盘了。
那么菩提树下也是一样哦，是第四禅。所以同学呢，如果能的话哦，你今生尝试体验第四禅是最佳的。好，好，那同学啊，OK， 那同学啊，师父就要同学啊，好，就是画一画这个图了，好，第四禅的图。同学，如果你已经是有学过的话，试试看，不要看了，好，你看你可以把它背出来来嘛。那么不懂的人同学是，请你画上面的这个 part， 就跟着这样来打勾啊。你必须要有这个基础，这个蛮重要的基础来的。来，同学，你可以下手画了。啊，那么有一些啊，学比较久啊，像玉华、Mandy、思明、以令啊，试试不要看，看可以把它画出来嘛，啊，画好的呢，请 Zoom 举手表态了，同学哈，这个是相当重要的这个 part 啊。基本上啊，在学佛第一步啊，还有成佛之道都会特别强调了。那么净土入门只谈到名相，没有仔细的内容啊。嗯，同学，这个不是Lukisan课，不用画得那么工整哈，大概有出来就行哈。那同学如果是有遇到困难的话，可以打午餐之后再去把它补充这样哈。好了，同学，我们看一看了哈。好啊，这个午餐之呢，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看看内文的部分了哈。好，所以呢，这个他有讲到了，前三禅是有喜跟乐的，同学基本上来讲，刚刚你们画师
同学啊，有喜跟乐啊，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哦。有喜跟乐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哦。什么原因啊？同学基本上啊，像啊这边呢讲的喜诗，其实啊经典记载啊，阿毗达摩讲有五种喜哦。同学啊，如果你打坐来产生喜的话，是第一那个喜可以像闪电这样哈，不断的闪电这样的感觉，这第一种。第二呢，这个喜啊，可以像是海浪这样子打在你身上，然后卷走，再打第二片又卷着走啊。然后第三，这个喜啊，也可以像啊哈，就好像有很多洞这样灌满这样子，把它灌满它这样啊，就是那个有时候很多个洞是海水啊，一下打上岸，灌满那些洞过后就离开，你会那个喜会有这个觉得好像灌满你身体这样啊。那么第四种就是你会觉得整个人像飘起来，哇，整个人飘起来一下。所以同学这些喜啊，任何一个给你体验哈，你就会流连忘返。那么你对于我们欲界哈，见闻修常处的喜哈，哇，你觉得那个差得远了啊。所以就这个缘故，同学哈，当你本身所以就这个缘故啊，修学禅定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让你可以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你布施跟持戒是没有办法体验得到的、啊、不要说乐，光是喜、啊、哇，已经到达这样子的境地、啊、那唯有这个喜的话、啊、才让你、啊、觉得人生更有乐趣跟方向感、啊、因为、啊、同学我们欲界里面、啊、不管是吃好吃东西、啊、它一旦是都是过舌头，然后饱了之后就没了的了。那么听歌的话呢，最多是听三遍这样五遍、啊、你就够开始腻、哦、那么呢你布施给别人的话的喜的话、哦、布施对象给了之后又没有掉了持戒、哦、你放生放掉之后、啊、快乐也跟着没有掉。唯有禅定的喜悦呢是可以维持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唯有禅定的喜、啊、而且最重要就是它是免费的，它是 free 的哈，因为啊，那其他那些啊，你说布施你要花钱的哦，对不对？你放生还要花钱哦，但是这个是 free 的，所以是最好的哈啊，所以同学你可以试哈。不过同学无论如何哈，我看啊，我们这里同学啊，你多数啊都是有一些有家事啊或者是啊还有事业等等，所以都是鼓励你们不要太过用功哈啊，一旦呢、啊、那个喜出现之后。不能当你发现到不大想讲话不要交际之类啊不大想动之类你就要停止哦。原因是因为呢这一些禅定啊不完全适合所有人的好要看情况的。那居士的话你还有忙碌的家庭跟事业不适宜过分精进在于这个部分。这都是可以理解嘛我们还是要搞清楚适合不适合的原因。好，来同学，我们接下来看了哈，这边已经回答。好，过这个四足呢，其实就是四神足，就是这个欲、情、心、观来的哈。好，同学，这个四神足啊，哈，之前有给同学抄过巴利文吗？就是思明有没有抄过巴利文呢、啊？思明记得吗？思明啊，这堂课有抄过吗？这堂应该没有吧、嗯、对一地比大来同学给抄一下四足就四神足就一地比大的意思了、哦、这是跟禅定有跟禅定啊由从禅定开发神通有点关系的、哦、一地比大、哦、好同学可以留意、哦、这个一地比达所谓的四神足、啊、它是来自什么呢同学看欲情心观什么是欲呢同学欲、啊、就是指你想要的意思你要有那个意愿、哦、那么那个意愿呢你想要有的话、哦、你才会有精进的、这个意愿很重要同学一般上意愿、哦、又来自什么来自相信有关系哦、所以同学一般上来讲、啊、如果有一天对不对、你很懒、啊、不想做工、啊、或者是你的孩子很懒不要读书对不对他这个、啊、就是表示他意欲没有掉了当他意欲没有的话他后面精进就没有精进的反义词就是放逸就是懒
所以呢，他没有欲往前，一定是信念出问题，他一定有些观念的、啊、哈。可能有人讲啊，就是读书的坏处啊，或者你本身耳濡目染的、啊、哈，觉得哎呀，不要做工了，我都是每天就是玩玩股票，这样就算了。一定是前面的信念出问题，才后面全部跟着出问题的，同学可以理解吗？哈啊，所以我们讲啊，哈。它都是息息相关，所以呢，欲啊是情啊意与欲的，欲啊是就是与性，它是这几个有密切关系。不过我们这边就不谈性，直接谈欲。那么同学，你有欲的话呢，接下来你就会有情。什么是情劳呢？啊，我们一般上都离不开说四正情，那就是呢，升起的善法继续，没升起的善法令它升起，升起的恶法让它断掉。然后以身的恶法让它断掉，未生的恶法让它不升起。所以同学一般上有这样的精进的话，对不对？你的五盖就不会现起，你不可以这个、啊、把它运用在你的戒律那一边啊。所以呢，一般上啊，如果你有这个正情的人，对不对？他一定是啊会很努力，就是说，哎，五戒我吃好，违反五戒的我不做。啊、他一定会这样子的、啊、那么呢、他过后他禅修的时候、啊、他就很容易就可以把心静下来了，因为他的心没有什么掉悔、啊、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啊、他容易安住下来这样、啊啊、所以同学就是要有情、啊、那么有情的话后面才有止才有观、啊、那同学我们看看名相的部分、啊、好、啊、所以呢这个就所谓的四神足了、啊、欲情行观、啊好，同学，我们看一下，这里有提到欲沙摩地哈啊，欲为因或欲为主的定、啊、所以呢，当我们谈欲沙摩地，就是以因为主的定哈、啊。那啊，这个四个啊，都会跟沙摩地有关。同学，沙摩地啊，就是什么地的意思啦？啊，沙摩地哈啊，同学，什么地？什么地啊？同学，我们有时翻译成三昧哈、啊。OK 哈、啊。啊、同学你们仔细看一下 Samadhi 三昧、哦、为什么 Samadhi 会翻译成三昧的呢？俊仪、啊、什么原因啊？ Samadhi 为什么翻成三昧啊？俊仪、啊、直接翻译成 三摩地、啊、三没有啊 Samadhi 啊, 啊, 啊他中文是三昧啊，为什么三什么地翻成中文变三昧的 ？OK， 啊，可以啊，有地嘞哈，有地什么缘故？什么地中文会翻成三昧的哈？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哦，但因为啊，因为懒的缘故哦。真的懒了，你知道吗？我们华人翻译啊，真的有时候会偷工减料。你看呐、啊，他什么地哈，同学你看。他就用三昧，你看到吗？看到吗？就是三八翻去前面罢了咯，后面那个提呀、啊，把它省回咯。同学啊，如果你翻这个三昧啊，好，你知道、啊、如果是中国人哈、啊，会容易出现望文生义啊。什么望文生义哈、啊？有三昧的话，是不是就有四昧呢？有四昧，是不是就有五昧呢？哎呀，他就搞到很多这种东西出现。所以同学，就这个缘故哈、啊。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中文容易望文生义，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去巴利文那边啊。所以 Samadhi 是萨摩提，所以有时候这种词你找回巴利文、啊、来看呢、啊、哈，比较不会有误会哈、啊。你用中文来解读会望文生义的哈、啊。好啊，所以我们讲三昧哈、啊。好啊，所以同学这个萨摩提啊，请你抄一抄，就是这个 Samadhi 了哈、啊。这一个了哈。简单来讲就是、专注于一所缘境，就是三摩地的意思了。然后呢，根据这边所讲啊，原来啊，很早的时候奥义书已经有了哈。同学，奥义书啊叫乌巴尼萨的，在婆罗门教啊哈，他们呢、啊、早就出现。我们的佛陀应该是学过这个奥义书的。过呢，在瑜伽经里面是第八支哈。好，瑜伽经是 Yoga Sutra， 同学，这个不是佛教的，就是练 Yoga 的人、啊、通常都会去学到 Yoga Sutra。 那么它有 Ashtanga Yoga 八支瑜伽，这是属于第八支来的。
这边有去有瑜伽中心练 yoga 的啊，就是啊头在下面脚在上面那种的，举手一下，有谁有练的？ OK， 海林一位，还有瑞海一位，还有第二面有谁？ OK， 妙长啊，好好 OK， 来妙长啊，是妙长练是佩仪练？妙长是吗？佩仪是你练还是妙长练啊？佩仪妙长还是有，然后我就比较少啊。你比较少哈，好来啊，妙长啊，你去练 yoga 有没有提到第八支就是萨摩地？有教萨摩地吗？有吗？没有师傅。没有。师傅没有。只是练就是那个倒立啊，那些就是那些体位法罢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是。啊对，这东西看到吗？意思就是讲啊，现在的 yoga 其实它也已经就是说。有变样了，就是他没有完整的八字学完，他就是练体位法罢了，跟现在的太极啊一样哈、哦，气功一样，都是啊哈、哦，比较偏重姿势罢了，并没有说修进攻哈、哦，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地方这样哈、哦、啊，所以其实完整来说，它包含后面的，因为当前面这些啊你练好了，你身体非常的健康，你专注是非常轻易的事情来的，这同学可以知道吗？好啊，所以呢，这边就是有提到这一个哈萨摩地哈。好，来同学，接下来我们再看了哈。好，然后呢，这边啊有提到就是呢，正勤刚刚已经解释了了哈。他说啊，怎么是神足啊？神足就是说、啊，他说如是的受运、想运、行运、是运这一些哈，或以能行故为足。他说为什么啊？他说你可以行动啊，所以就叫足。可以到达，所以四神足意思说你可以到达是有脚这样子、啊、所以身边的柱为神柱，你用神通啊来作为脚，看到吗？哇，同学蛮有意思，他说啊，神通本身就像脚这样，你神通作为脚就可以达到目的地，所以我们讲四神足，四神足有四个，就是欲、勤、止、观啊，这四个合起来都是可以啊，可以让你达到定，然后呢就是以神通作为脚的，这个就是它的含义来的了，这个在义理的部分去理解了。好，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八居，然后还有十六根本，然后接着下来呢就有以智作义这一些了。好 OK， 好好的，来我们先看一看就是八居的部分了。好 OK， 好好，有请就是OK， 请永汉读一读了。好，八句，即于等八句，所谓什么是神变的八句？据比丘若有比丘，一二，于欲一止。得定得心一定性，欲非是定，定非是欲，欲定相宜。若有比丘，三和四，于精进宜止。若有比丘，五和六，于心宜止。若有比丘，七和八，于观宜止。得定得心一定性，观非是定，定非是观，观定相宜。于此等神变的八句而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此处欲是欲生神变与定结合而得神变，精进得精进等俱宜相同样，是故当知说此八句。好，感谢。接下来请一贤读一读。啊，请一贤啊，一贤啊，就你了，一贤啊，来。十六根本是以十六形象而心不动。所谓神变有几种根本？有十六种根本。一
以不向下心以懈怠不动，故不动。二，以不向上心以调举不动，故不动。三，以不懒惰心以贪不动，故不动。四，以不抗拒心以嗔不动，故不动。五，以不依止心以见不动，故不动。六，以不竭缚心于欲贪不动，故不动。七，以离脱心于爱贪不动，故不动。八，以不相应心于烦恼不动，故不动。九，以离界限心于烦恼的界限不动，故不动。十，以一境性心于种种性的烦恼不动，故不动。十一，以性摄护心于不性不动，故不动。十二，以精进摄护心于懈怠不动，故不动。十三，以念摄护心于放逸不动，故不动。十四，以定摄护心于调举不动，故不动。十五，以慧摄护心于无明不动，故不动。十六，以光明心于无明黑暗不动，故不动。由此等神变的十六根本而得神变，乃至神变的无畏。好，感谢来读学，我们现在消化这两大段。
好，同学留意看一下，同学啊，在刚刚是就是啊，这个大家画的重点是，首先第一个 part 是哈，其实呢都是共同的啊，那个八句都是的疫情新冠来的，可是在十六啊后面有提到十六这个数目字是啊，同学如果你仔细留意哈，几乎全部啊都是跟佛教的心理学有关，然后这一些本身呢、啊、哈，它有基本上你全部你可以解决的话哈。同学基本上、哦你就可以获 得到神通。同学你举例子来看，同学这些其实是佛法的精髓来的、哦啊、这个你可能、啊、做梦都不知道原来、啊哦你要有神通的话，是首先第一、啊哦、你有什么根本，第一就是呢你要心不向下懈怠，因为一般上懒的人是心向下的，过呢心不向上吊举，同学吊举心、啊、都是往上跑，所以变道呢是向上吊举的，那么呢你的心必须不染浊，所以不贪不抗拒不嗔等等等，看到吗？所以同学其实这边全部啊、哦、像这些你要有性啊，你要有精进啊，要有一进性 啊这些全部、哦、同学基本上来讲、啊、都是在佛教里面相当重要的内容来的，这边呢就师父就没有一一去说明、哦、那么呢这一些都会以后啊同学第一以上佛教心理学会特别每一个去学到它和理解它的，所以这边就稍微预告一下、这个是一点、哦啊、所以呢同学这个部分呢就是相当的重要、哦、那、希望同学呢、这种佛教心理学是、啊、同学、师父迟一点了、哦、逢礼拜十点会开始做直播了、啊、那直播的话呢师父就会、一个个来讲，然后呢讲一个会跟故事穿插了啊，所以呢就是希望、就是同学、啊哦到时如果你比较觉得自己太难了、哦、你可以去听直播，它会比较简单一些、哦、我们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冥想，过呢就以故事啊还有就是生活例子来去说明它这样、哦、那这边呢师父就稍微这样带过了、哦、就给你知道哦，原来、哦、还有蛮多内容、哦、在这里的、哦、好，然后呢同学、哦、接着下来、哦、我们看、就是、下面的、这个部分、啊哦、我们要开始进到去神通的部分了、哦、来、有请就是好请、就是三三读一读了、哦、虽然此不动之意于前面的如是疑心等待等句中已得成就，那里是指和第四禅者说，但现在唯是初禅等前三禅是神变的地足具根本，所以再说不动。前者是来自经中，后者是依无碍解道中所说，如是为了两者的不惑乱，所以再说。好，感谢三三。来，有请静云读下面这一段哈。以自觉意比丘月以成就此等神变的地足具根本诸法，前三禅入与神通的基础禅，第四禅初定之后，若欲成白身念我成白身，我成白身而做准备定语，再入神通的基础定，初定后而觉意，由觉意之心变成白身，与前身处遇同样。好，感谢。来同学、我们画个重点，就要开始进入一个另外一个短片了。我们看了短片呢，再继续去了解这个 part。好，同学好好欣赏短片。好，各位知道刘家这个草吗？古人传说吃了牛家人的记忆力会特别差，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很久以前，在某个遥远的国家，
有位忘姓抄家的和尚，后来和尚死了，在他的墓地四周围长出了不可思议的草，这就是牛家草。所以吃下牛家草，人就会忘性增强。这个传说的根源是来自于释迦的一位弟子，他的名字叫做周利盘特。这回我们就是要来讲周利盘特的故事。佛典故事，盘特兄弟，扫帚的教诲。距今约2500年前，印度居萨罗国的国都舍卫城住着一对兄弟。大哥摩诃盘特记忆力特别的好，年轻的时候就被传颂为优秀的学子。我的教法永远不分对象，对人们打开宽敞大门。啊，我试试看。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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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从现在开始，你拿着这把扫把打扫精舍，每天边扫边念，那么你就不会忘记了。哎，我知道了。是。扫尘除垢，扫尘除垢，扫尘除垢。很帅啊，足够，好像是世尊给予他留下来的伤脑筋。对啊，说的对啊。周利盘特，你扫得这么辛苦啊。辛苦了啊，辛苦了。哎，那边还有垃圾啊。这边还有垃圾哦。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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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周利盘特每天不停地扫除其母鸡舍，而且他的口中也一直唱着世尊所教的那句话。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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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终于，周利盘特的扫帚很快的，没多久就脏了。掉了这么多毛，拍拍就出现了灰尘，真是受不了，跟我的身体一样脏。扫尘除垢，扫尘除，扫尘除垢，好脏啊，我的身体。
扫尘除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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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尘除垢。且说奇缘精舍的东边有一个比丘尼居住的精舍，世尊那天派一位优秀的弟子到那里传达教诲给他们。师尊，您要派哪位到东边的精舍去啊？我看派他吧。怎么可能啊？世尊，我想我弟弟他一定办不到的。不行，我办不到啊！会被女弟子给笑死的。他们会生气的。对呀，说的对呀。周利盘特，周利盘特，是，你办得到的，你一定可以。不必像其他人那样能言善道，你自有你的专长，放松你的心情，照心想的自然的做就行了，你知道吧？是，我试试看。阿南，你和周利盘特一起去。是，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鬼。周丽，总算来了。后面的是阿奶奶，她不是周丽盘特吗？就是那个忘性超量的比丘，他来干什么呀？你知道是为什么吗？手上拿着扫帚，待会儿大概要替我们扫地吧。今天由周利盘特来转达世尊的教诲。你讨厌，怎么这样子呀？这可是世尊他亲自指明的，请诚心安静地听讲，拜托了。讨厌，世尊到底在想什么嘛？这分明不就是在看清我们嘛，对不对？对呀，一定是这样的。您们放心，待会儿我一定亲自向世尊反映这个问题的。我，哎呦，这个人越看越脏啊。答对了，我的身体很脏，可是更脏的是我的心。世尊送我这把扫帚，要我边扫边念扫尘除垢，这个我办得到。我每天挥着扫帚不断的诵唱，直到有一天我看着变成破烂的扫帚，我才发现了到底尘是什么，垢是什么。那就是我内心的尘，我内心的垢。我的心充满了欲望，充满了不满。世尊叫我扫的就是这个内心的尘垢。欲望消失吧，愤怒消失吧，不满滚蛋吧。我扫了，每天我不断地挥扫着扫把来扫。可是再怎么扫，尘还是扫不完，一直一直的飞扬上来。我内心的尘与垢也一样的一直飞扬上来，那要怎么办才好呢？要放弃扫除尘垢吗？不对，即使尘垢扫不完还是要扫，就是因为扫不完才要扫。我办得到，只有这样了。Thank you.
这就是打破常识的雄辩吧。周立盘他的讲法深深打动比丘尼们的内心，大家高兴的流泪啊。周立盘特领悟的好，这样就行了。在那之上的扫尘除垢已经不是人的力量可及，所以才要靠佛的智慧，佛的拯救。是，谢谢您了，世尊。大家也应该注意，悟道不一定要学习很多东西，即使只是一句话，如果能正确了解它的深意，那么一样可以步上正道。像周立盘特那样，不，就因为遇上了周立盘特，我才有机会以别于常人的方法教导他真理。谢谢您，世尊。每个人各有他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悉达，不是这样吗？对不起，世尊，我们的心态错误了。我们错误了。弟弟，我错了，请原谅我以前对你做的事情。哥哥，就这样，周立盘特收到世尊弟子光明相开。可是城里的人还是笑他是个笨蛋。有天，国王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宫殿里来。你是周立盘特吧？这里不是你可以进入的地方啊。你说卫兵岂有此理？没关系，我不在乎。你说什么？你说要吓他们？哎呀，这何必呢？今天好高兴啊！您来得好，请你们尽量的享用啊。国王，我还有一位弟子未到，现在他在门外没进来。啊，这是多失礼的事！国王队长，这是真的吗？不，外面没有类似佛弟子的人在呀。他是在门外的林子里头。不可能啊，是无理队长。世尊这么讲，你就去确定的看看到底有没有。是啊，队长，真的要周立盘的进去啊？笑话，看到他就把他赶走，然后呢跟国王报告林子里没有人，知道吗？这是什么人啊？什么人？我是周立盘特，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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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也是。林子里有很多弟子啊，而且每个都长得一样啊，每个都一样。我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啊，大家好像都很困扰。似乎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一个方法。是，你可以问他们的名字，其中最先回答的就是了。你的名字是？我是周立盘特。这真的是周立盘特，就是啊，那你。
刚才失礼了，我来带路啊。好。之后全国上下再也没有人。好，同学，我们掌声鼓励哈，感谢制作单位哈啊，我们有影片好看哈。好了，同学看了哈，刚刚就是属于一生变多生啊。那这个答案已经给到思琪了啦，那就是呢，原来第一个回答名字那一个呢，就是真的，现在全部是变出来的。啊，同学啊，关于这个啊所谓的一生变多生，这个是抽利盘多奇，就是其实朱拉班达嘎是非常著名的个案来的。那这一个呢，在我们的经典里面有记载，但是经典的记载其实是蛮简略的，就是提到哦，它是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更详细的内容哈，因为阿含经是为了要方便传送的，所以没有太过多仔细的内容。那么阿毗达玛就有很多仔细的内容了。不过有时阿毗达玛仔细的内容呢，是你读到怕了。哈哈，来，我们看平衡一下哈。同学呢，这一边呢，刚刚啊，同学已经读过了，就是呢有提到啊关于周利盘陀伽的部分了哈，来我们看一看了哈，嗯，好啊，所以呢刚刚啊就是啊有提到啊一致作意哈，那意思就是讲啊哈，比丘就是呢先进入了第四禅，初定之后啊就我欲成百身。念我成百身，我成百身，同学看到吗？他同学啊，他是这样的，他进了第四禅师，他还要念那个句子的，就是我要成变一百个，我要变一百个，你要有这个作意，他才会运作得到的。那么呢，按照阿毗达玛所讲，是神通啊，是一个念头啊就可以做完的。所以刚刚那个周利盘陀伽啊，他只有一个念头罢了，一个心思禅啊，就可以把一千个他变出来。这个就是它奥妙的地方了。好，来同学，我们再看一下哈啊，所以呢，他说初定之后而决意啊，他就开始变出来了的了。好，我们再进行看里面的内容哈。好啊，有请就是丽云读一读了哈。如果这样而未成神变，而再做，而做准备定，再入禅定而处定后，即当结意。正如相应部杂部的意书说，当一回二回入定，基础禅第四禅，心有四相所言，偏作前三禅；心有百身所言或千身所言。而此等百千身是一具体的，不是一开念的。结一心亦同样的，有百身所言或千身所言，皮结一心，如前面第四品第一边的解释所说的安持心，于种信心之后，只一刹那而升起，是属于四结第四禅。譬如无碍解道说，本来是一生而念多生，念百生千生或百千生矣，以致结义我成多生，即成多生。譬如君者周利盘陀伽。好，感谢。好，转一转。你这个猫怎么弄不大呢？
好了，同学看一看了，好，这一段呢其实啊是比较详细提到它，好，同学可以就说师父做解释，好，你听不完全懂没有关系，好，来同学看一下这一段呢，其实有牵涉到阿毗达摩，好，才比较清楚有进行解释到的。好，首先让同学先看一看这个图表，好，好，同学呢在这边呢是显示，好，我们呢是如何进入禅定的。那么同学在这一边是刚刚啊，我们有画种性心，种性心，然后呢下面就是安止定，同学这个就是禅定来的，前面这个种性心这一些啊是属于欲界性来的啊。首先留意啊同学啊，在啊他入定之前，这个种性这个词啊蛮有意思的，那就是呢他从凡夫种性进入就是色界种，欲界种性进入色界种性。同学要知道，我们一般上来讲啊，种姓就是所谓印度人的 Goda system， 那么印度有四个种族的，那这四个种族是不能变的，对不对？好，那就是呢你是婆罗门，那么呢你是刹帝利金刚的，还是你是吠舍，还是你是首陀罗，你永远都是这四个的。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讲的就是呢你可以从欲界的这个种姓转去色界种姓，所以呢这个种姓啊我们就在印度人的文化把它搬过来用。所以呢你第一次证入禅定的时候，我们讲啊，你就从种姓心转去第四禅，所以他刚刚的句子提的就是这个意思。好，同学当你曾经真的成功把它转过去了之后，对不对？好，那你就需要有把神通开发出来。他神通如何开发出来的呢？来让同学看一看，好，这个就是神通安止心入过程。所以同学基本上啊，像刚刚就是啊，当你心里进入禅定一出定之后，你说啊，让我变一百个我出来，让我变一百个我出来，你只要念一念这样，对不对？他就跑一次这样子的心入过程。那么一跑到这个神通心的时候，那么一百个你就变出来了的了啊。所以同学他整个过程呢，仔细就是这样哈。所以同学啊，就像刚刚你看那个影片，对不对？他是没有谈这些的哦，因为他以阿含经为主，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这样子罢了。但是真正的如果去追逐啊，他的内心里面呢，他是可以去到那么的细的哈。好，所以同学可以呢，请画一画这个 part 哈，就是这个神通安止心入过程的。同学，你可以在刚刚的影文旁边画一画这个图了哈。这个就是刚刚周利盘陀切变的时候啊，它有经过的过程来的啊。同学看到吗？神通心是一个刹那罢了的，一个刹那就已经足够把一千个人变出来了啊。刚刚那个呢有修过阿毗达摩的同学，可能你的兴趣可能就跑出来了了，原来神通也是可以以心路展现出来的啊。这个同学啊，将来欢迎你们报名读佛教心理学，那就是阿毗达摩哈啊，欢迎哈，就会读到这些内容出来了的了。好，同学呢过后啊，看看这边有提到个种性心，好，这个种性心其实就是 Goda system 的 Goda 来的哈，看
看看找不找得到相关的词句，因为这个心啊，它在啊我们啊就是有几个阶段出现，凡夫变成圣人的时候它也出现过，看到吗呢啊种性啊哈。啊这边是写 Casta System in Indian, 看到吗哈。Casta, 同学你写一写 Casta 了哈。啊就在这个种性心这边，同学看到吗呢，这边这个种性心啊请你写下这一个 Casta 了哈。请写下这个 Casta 了哈。同学啊，我们呢有两个 Casta 哦会出现，第一个就是从欲界的转去色界，第二个呢是从凡夫转成圣人呢、啊。同学，当我们呢第一次啊体验了、啊、那个道心跟果心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转换 Casta 从凡人变成圣人，哦，那个是最殊胜的了。传说啊，当有人正出果的时候，方圆四十里是不地震的，很奥妙，对不对？好，不过你会讲，哎呀，马来西亚本来都没有地震的啦，这不正果都不地震嘛，对不对？好，好啊，但是啊，同学啊，正出果啊，不杀生，所以传说啊，好，如果你正出果的话，哦，你拿一个锄头啊来锄那个地丝。那些虫自动会飞掉的，让你没有办法杀它，奥妙吧，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我在想啊，嗯，应该要谁试一试啊？这个应该要让啊陈玉兰来试一试哈。哎，陈玉兰，来挥一挥手，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啊，对，哎，陈玉兰，你开麦回答，你想不想是正出国啊？那么、啊、耕地的时候那个虫自动会飞走，想不想啊？想 啊, 啊，想啊，因为我是农夫出身的嘛。好的，那他太好了，这个最好也最需要就是你了哈。这样的话就不会杀生，所以同学啊，在出国一阵的时候是不杀生，他自动没得会不杀生的，有神通保护他哈。啊，这个就是奥妙的部分来的了。好，好啊，这个就是Casta 转换的一个意义哈。好，来我看一看了哈。好，同学，今天呢我们的课啊就到这边停了，有时间的关系哈。好，来同学，我们有 一小小的功课给同学做一做。来同学，你翻开这个部分了哈。 OK 哈、啊、我们有些同学呢我们这边的同学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哈。好，就这边了哈，要你去 Wiki 一下，同学就前面这边啊大概有16个，对不对？请你 wiki 三个了啊，那么呢三个你有兴趣的啊，请你做 wiki 三个了哈啊，这样子就行了啊， wiki 其中三个，这也是随喜功课了啊，15分钟10:30你就可以休息了。好，我们在同学啊，我们的课今天